啊，终于到达了我们要来的地方啊。从这里我们先休息吃个午饭，然后把行李杠上来，就要从这里往上面去了。这船夫看他们怎么把那个船放上去。现在来到上游，水越来越清澈了啊，你看那个河水可以看到底了。希望上游会有好成绩。现在坐等船夫把船拉上来，我们已经卸下船上所有东西了，已经移到啊过了这个瀑布哦、啊、那个集水湾的地方去了啊。你看东西都卸下来了啊，等那个船老过来。Hari ni Jimmy buat sayur lagi. Bagus. Today you 吃蕨菜了。哇，跟土人出去游钓真的太辛苦了。哎呀，他们又忘记带那个菜和肉啊。等打猎，有打到野生动物啊才可以啊。今天还是吃这个蕨菜。啊，吃什么？kita makan apa？ 啊？你 kita makan apa？ Kore ikan tengah dah. Tengah dah. Tunjuk. Tengah atas. Tunjuk sikit, tunjuk sikit tengah dah. Oh ini. Tapi sudah kena potong. Oh. Inilah. Ah. Tunjuk. Okey, okey. Sip. Tunjuk eh. Ah. Ya.啊，现在房门堵住啊，啤酒下来了，啊，我喂了，哇，啤酒倒下去，来给他堵。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弄了这个外婆卤啊，越卤越香啊，这卤焖这个熟肉，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啊、哦，这个熟肉就用来烤了，哎呦，
烤熟，哇，熟头也是，哇 ，OK OK， 烤熟，哦，你看，啊，不那么多，古龙，那么吧，古龙，古龙，啊，他们说这个鱼叫古龙，刚才杀完了，然后直接放火里面烧，啊，肚子也不开，他说他的血啊，哦，因为吃青苔吧。它的血跟它的肉的味道非常鲜美，哦，就是这样。现在上面的，慢点，这个这个，再倒一顿，慢点。哇，这个就是上面的，熟还在焖着，花椒，哎呦 ，OK OK， 嘟嘟，嗯。哇，老实的，这个是熟的，舌头啊，嗯，要吃一口，啊，这黄焖熟肉已经好了，我靠，嗯。哎呀，我还没有吃，哎呀，可以了，嗯，这里还炒着菜呢，又是蕨菜，啊，